You can win a lot with a good push. Hello, welcome back to PingSunday. Let's learn the right technique for the good backhand push. You can win a lot of people with just a super spinny and fast push. It is a good weapon in table tennis. That helps you win more. Today, Coach EmRatThich will summarize the basic concept. The technique is illustrated by the Chinese coach. I want to tell you the关键是什么，就是不要觉得是正手功和反手功才是基本功，不是这样啊，不仅仅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的发球，对吧？包括你的搓球。 到回来没有？反手位搓球上哪条腿？对，反手位搓球上右腿，对吧？哪怕是有长，就长，你可以不用上。但凡你感觉球短了，来，半出台的、短球的，对吧？你都可以上右脚。啊，要上够是吧？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重点呢？你的大拇指，我以横板为准，拖住球板这个大拇指啊，要使劲儿，要使点按劲儿，对，抓板。 搓出去的这个球，可能会更转一点，大拇指和后面的手，手背不要发力，不要去捅，大拇指使劲儿，对，好，停。在搓球当中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？特别是业余的这个球手，他。 会根据球的不同旋转，你调板型是对的啊，但是它的板型调的过于，我们说太立了，去捅这个球，它就不对了，啊，应该是无论对方发的转与不转，哎，你越搓越有感觉的时候，你的板型还都是微平的，然后能够真正的吃住球，这个球搓球的击球时间什么，上升中期，是吧？ 那你看看，就是我搓出球这个效果和你搓出球的效果有什么不同？我不是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这个时候不在板头，不是这种板头推出去的，这个力量好像感觉有点往后，哎，这种感在后面，这个球反而转了，这个时候不需要板头啊，这球反而转了，看见没有？我没有用板头去捅，捅，这是捅。 啊，这不转，看着很低，一点都不转。那我搓出球之后，我用点手腕的劲儿，哎，这个球就转。我是拿重心，你看，啊，这种感觉，做到位，动作一定要做到位。先不要考虑上不上台，一定要做到位。你再试一遍。 对，不要拉手。对，对，啊，趴，对啊，趴台子又不犯法，又不犯规，趴台子不犯规啊，对啊，只要你不移动台面，你愿意趴多低，趴多低不犯规啊，对啊，哎，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再平，板型再平，不敢平，再平，再平，对啊，它不冒啊。 不怎么冒啊，跟你前面也差不多好球，还是没用大拇指的劲儿，还是你前面刚才捅出去那球，你是在用手背的劲儿，用手背的劲儿了。再做，又来，不要用板头的劲儿，做，别停，不要用板头，用手腕。
和大拇指的劲儿。哎，对，对，对，这搓球需要练。对，吃住，点点不是下降的，哎，这个点对了，又出界。嗯，哎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到地上有点效果了，对吧？这能收住，让这种球搓的，对吧？对，你这球开始产生这个就不转了，再搓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肯定转，对吧？对，你就先去找那第一个球那种手上感觉。嗯，要冒是吧？往外冒。什么时候你练的这个球一搓，你感觉吃进去了，吃到海绵里了？手腕使点劲儿。对，不要去绷这个球，去揉，和这球揉在一起，揉住这个球。哎，对，哎，使那个揉的那个劲儿。哎，这个好。啊，这后面这些好多了，就感觉你柔和多了。前面是硬的，哎，这个好。对，其实你在比赛当中能把搓球的弧线控制到这个层面上。只要让对方不冲你，你就成功了。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, PingSunday.com.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.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